不过几年机关，坐剑鞘吧，应该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司马荣啊，司马荣，你坐剑鞘你不会让我失望，可你做西山主怎么就这么让我失望了？我走了，你就什么都不争了吗？凭我以前对你的关心与爱护，凭你在万路门里的名声与威望，你就没有想过要把小丑八怪拉下去，自己来当门主吗？哎呦，你看看人家江武，一个门外的人，都比你有抱负。我有事与西山主商量，你先下去吧。啊，好的，师父。难得你会带姑娘来我这儿，她是什么人？如果我说她是招摇，你信吗？她是招摇，但她并不完全是陆招摇。这是何意？只能说他偶尔是，或者说夜里才是。阿荣，你说这世上真有借尸还魂一事？鬼魂之事虚无缥缈，不可当真。鬼魂之事虚无缥缈，那魔气呢？魔气？你是说江湖传言的心魔？不是。这世上谁将六合天一剑拔出来都可以带走，唯独你不行，你心有魔气。心魔之事我倒不是第一次听说，江湖传言当年秦千贤就是因为招摇生了心魔。江湖传言信不得真，且莫说陆招摇，这些年来你我二人的江湖传言也不在少数。对，你我的，你与寒光的，甚至你与袁杰的，各种乱七八糟的我也接触听过。不过这些江湖传言虽然捕风捉影不得当真，可是十分里面却有一分真相，细细挖来，很多谣传都并非是空穴来风。这心魔之事吧，待时机得当，或可向秦阁主探寻一二。不过前一阵子你与秦千贤讨伐江武，与他接触后是否有什么发现？秦千贤确实如同世人所说，不染纤尘，可他性格十分果断，杀伐果决，绝不输任何人，甚至招摇还有些怕他。招摇怕他？陆招摇也会怕人吗？可能是因为长得好看。阁主，素颜，伤可全好了？多谢阁主关心，已无大碍。剑心门柳门主秘密来信，邀您今日丑时三刻与素山迷阵外求见。柳门主，他可有说为何事？信中未说，但来信极为隐秘，未见纸张，只见一道灵力现于我面前，展现完信的内容后，灵力便消失了。我去见见他。阁主，这里会不会有诈？若是有诈，柳门主就不会约在素山迷阵了。想必他是发现了秦瑜身死的相关线索，有难言之隐，才会如此的。阁主，请切记小心。嗯。明轩，朱峰病了，
病得很重，应该没有多少时间了。希望他能撑到你醒过来。柳薇好像知道了什么，我那兄长什么都好，只不过为人太过古板，不知变通，与那秦瑜的感情也实在太好，被霍心术完全霍心之后，或许会伤及他的身体，我是万万不愿，但我不能再等下去了。你放心，只要你能醒过来，什么方法我都要试一试。其实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记得也挺好的。圣主，什么事？刚得到消息，秦芷妍被新山江武掠走，秦千贤出手相救时碰上厉晨岚，两人联手救下了秦芷妍。没想到秦家那黄毛丫头还真是颇受魔王之子的青睐啊。是我小瞧她了。不过新山江武又是谁？是新山派新进的掌门，听说手段很辣，为人阴晴不定，他是杀了原来的掌门才上位的。要秦千贤和厉晨岚联手才能对付的人，想必是有些本事。池门主，加派人手盯紧秦千贤等人的动向。是。我们现在连自己人也要盯紧了。圣主是说，这小院还挺漂亮。你是谁？你跳墙小贼！原来是你啊！你是谁？三番两次来这儿，到底有何意图？你别误会，不管你是谁，要干什么，我都不允许你伤害阿荣。哎，你手怎么这么冰啊？木头耳朵，莫非不是活人？